遛狗的第四天，我决定看一下。我奶奶拽不动她。哇，丢丢在拉屎。丢丢每次都拉到路中了，恶心。我这手脏不脏的时候我都给他我都给你点个赞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没什么，那是我自家狗拉的屎，有别人家狗拉的屎我也不会捡。哇塞，我奶奶竟然带着它出小区。来了呀，美女。我拍我奶奶呢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奶奶在遛狗。我奶奶太牛了，她竟然能遛狗遛这么远。我平时都是在家里，她把狗牵到大街上还遛这么久，真厉害。我的天哪，我奶奶怎么会遛狗遛这么远啊？你这个架子给哪买的？在网上买的。多少钱？现在699。699啊，一个云台，就是防抖的。谢谢，谢谢你啊！不客气。但是这个名字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大江云台第三代。好，谢谢你啊！啊，不客气。看着就是怪顺来回摆。啊，不懂啊。有人问我这个云台。他背着手像个老领导一样。好像有人告诉他我在拍，他在买菜。见我吗？会纳闷。丢丢！我去，买了那么多馒头。这个丢丢可真难的。
来上去的，但是他应该是已经看见我了，反正丢丢是总算看到我了。啪，我踩到狗屎了，臭死了。你刚才没有看见我吧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啊、哦、你看见我了啊？真的，我奶奶超棒的，我奶奶超棒的，她一直在证明她是一个有用的人，我奶奶已经很厉害了。